请福伦基金委员会主委 Grace 报告。总监好，大家，各位来宾，社长，各位同福伦社友，大家晚安。我是福伦基金 Grace。那以目前来说，我先报告一下我们目前所有的基金。第一个永久基金目前是一个，保罗哈里斯三个，中华教育基金六个。那以上是目前来说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社友再多接触。那就是对于中华教育基金来说，我们会再努力加油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感谢福伦基金主委 Grace 的报告。